己的狗尿尿自己要解决。回去，我不能再更深了。好，这一最深的。板板安排的宠物超级无敌霹雳友善宠物专门饭店。一般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，很常宠物没办法一起入住，但是这间呢，它是专门为宠物打造的主题饭店。好了，你想进去了是不是？走 ，Go， 快点！你昨天不住这吗？带妈妈去看看房间。走了。哇，他进来的感觉好韩系哦。你好。房卡。是。欢迎你们。你看，一进来这边可以看到很多超可爱的宠物的游泳的设施啊，或是一些玩具周边。重点是这面玻璃可以看到底下超可爱的宠物游泳池，而且它这边已经是堪称宠物的 villa 的概念了。听说我的房间是昨天板板入住的时候帮我选的。板板，你记得你的房间吗？你带妈妈的房间在哪里？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你真的知道哎、欸！你真的知道哎，这间呢？好，那我们进去啦。来 ，Go！ 好棒哦！这是你的床吗？啊，好开心啊！这是我们每间房的主题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家具啦。那这是属于这间房的一个家具。哇，尿尿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其实像我们这边都在阳台这边都备。立马让我展现拖地这件事情吗？我发现了一个超级可爱的东西，你们过来这边看。拖地的拖把以外，它这个有备用一个便便桶。他们在阳台做一个便便桶，我觉得非常的贴心。自己的狗尿尿自己要解决。其实我们刚刚一进门的这个玄关呢、啊，这边抽屉打开就很像是我们人的一些备品，只是它换多了宠物的。这边的设备算是非常的齐全。如果以狗狗出外住的体验来讲，因为整体清洁什么都会很轻松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很轻松啊！你也认同我呀？我们来看看厕所，这话厕所很干净，然后空间其实也很大，都是一全白色系。好了，你要干嘛？肚子饿饿吗？他很兴奋哎，他会觉得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问别人？他不是我的孩子。好棒啊！OK， 完食。好了，可以出去散步了。那我们就顺便来去参观一下饭店内其他的设施。走，你看，餐厅的部分都是宠物可以全程落地的这样子。对，但落地要需要全程。那我们特别有规划一区是在大厅。哦，所以如果你想说让你狗狗放绳比较轻松吃饭的话，可以跟他们预约在哪里的空间。特别把每个桌距都加大，因为就是想要避免狗狗它用餐的时候，有的不同的狗会互相干扰。是。那特别我们也规划两个包厢式的部分、哦，就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狗狗，我们可能会建议他们在包厢用餐。啊？饭店好像是毛宝贝能上床睡觉房饭店，因为他们就主打说，明明猫小孩是小孩，为什么他们不能上床？所以呢，只要你带毛小孩这间饭店，都可以带他们上床睡觉。那我今天有帮他清洁过，虽然他今天在外面玩得很脏，可是就很想要抱他睡觉。宝贝，
楼道的这个木头架上。我们是401，所以这应该是我的。哇，我感觉厉害。哎，结果啦。可以再睡半小时，拜拜。带自己的毛小孩来这里体验游泳，要记得只要提前预约都可以。它这里的水池其实是由浅的到深的，没有玩游过泳的话，可以先让在这种小水池浅浅的地方踩一踩水，然后熟悉一下水的感觉，然后接着呢再慢慢往深的地方走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来上演一出跳水戏。哇哦！啊，小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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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呢，就是板板去宠物美容，然后我也梳洗完了。我们要做一个小蛋糕给板板，如何做毛孩蛋糕给毛孩？以我之前学甜点，加上板板一岁生日的时候，我有做过翻糖蛋糕给他的经验来讲，这个小树干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差不多了，就这样。我很努力了啦，不要这样子。我真的努力了。洗完香香的小板回来了。哎，妈妈帮你做了树干蛋糕，哎，你要不要吃树干蛋糕？好吃吗？哎，你不喜欢肉桂的味道？我加很多哎。感觉不喜欢肉桂的味道，死定了。因为爸妈会吃得很开心，结果他不喜欢肉桂味。嗯，好啦，那开心的高雄两天一日游就到这边啦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板板高雄游的 Vlog， 期待下次再见喽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。